开游戏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克，我是 Daddy 再来玩神奇宝贝啊！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，这个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学了是吧？对，今天我们就报到了是吧？那个明天就正式开学，那么正式开学之后进入几年级了？三年级。三年级据说作业出奇的多是吧？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个以后视频可能只能周末来录了啊。那么周一到周五可能大家主要看到的是我的单机版了啊。好，然后就给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孵蛋的情况，左上角我的。嘟嘟力和冰一步，对呀，居然孵出来一个冰一步啊，这个挺奇怪的。这个应该不是一步跟百变怪生的蛋，因为一步跟百变怪生的蛋以前都是孵出那个普通一步的啊。对，这次直接来了个冰一步，嘟嘟力肯定是两个百变怪的蛋了啊。哇，这个冰一步有没有好大呀？有，比我原来那个大多了，感觉。你看它体型，我看它体型极大，极大，果然是啊。然后害羞，性格是害羞，然后特性是冰雹天气时闪避率会提高。我有蛋了。哦，你那边有蛋了？哇，这个真的是够大呀、啊！这然后这个纽拉一直没有好性格的，然后现在这个纽拉应该是什么都不加，什么都不减的。对，我有一个浮躁的性格，什么都不加，都什么都不减，实在不行就练这个。浮躁不行啊！啊，我觉得。但是他什么都不加，什么都不减，也还算可以了，至少比减了攻击什么的要好一点啊。对。那我暂时练他吧，我就不再去抓了。不对，这个体型是娇小。哦，好像体型不会影响血量。不影响是吧？嗯。好，那我就练他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个蛋了，我要去。我把这个放下。对对对，母科鸟我要放生，是点这个是不是？来，你确定要放生母科鸟吗？是的。那我还想放生好多人呢。熔融羊我肯定是不用的，是吧？放生吧。然后三合一磁怪也不用，三合一磁怪也不用，那放生吧。哎，我这雪梨怪是闪光的吗？不是，怎么有点发绿呢？草系加冰系。哦，草系加冰系，它是。怪不得发绿。怪不得发绿啊，好吧。对，阿波索鲁还没练呢。但是他跟索罗亚克重复了，而且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种族值没有索罗亚克高。超幸运，特性不错啊，攻击容易，击中要害，也是浮躁的性格，什么不加什么不减。火恐龙我得带呀。对，大家都强烈要求我把猎空座级别提高一点，那猎空座上吧。好了，我就这套阵容了。哎，纽拉也得带一个，纽拉也带个。今天我们还去雪原吗？去雪原也行啊，我们那个雷吉卡斯还没刷出来呢啊。要不再去吧，再去雪原吧啊。看今天能不能刷出雷吉奇卡斯来啊！如果到最后还没那个还不刷的话，我们把那个刷新率再调高一点。怪力，哇，这个雪莉怪一群一群的出来这么多，说明他并不牛。雪童子。怪力，不如那几个。哇，真的是，你看全是雪莉怪。那边还有。那有个帝王拉波。这东西要刷都是一群一群的，又变成纽拉出场了。让我试一下火恐龙打帝王拉波烈焰箭，被秒。烈焰箭是吧？烈焰剑被秒，好多雪莉怪！哇，你看我这满世界雪莉怪，鱼得留着。技能教学师，让我看火恐龙。我有没有要学的？不能。哎，我尤克西应该去看看。不能。等等，我去看看尤克西啊。这。啊，这技能教学师啊！哎呀，我还以为这技能那个回忆者呢。这。奇妙空间，这都是超能系的，铁头钢系的。钢系的金属怪。能学会，有这是五个什么？五个什么铁锭吧，应该是。是不是？应该是。铁锭或者铝锭，我回去给你拿。好，等着啊，这下应该可以了。OK， 好了，成功了。来，把剩下的给我，我要拿回去。再拿，我看不见你。好，都吸起来了，我回去放回去啊。嗯。随时得把这些都收起来。铁头有了。你好，我们家里有客人了。啊。来了个客人，嗨，你好 ，Steve， 来了个史蒂夫。这。史蒂夫来了。好的，你好史蒂夫，你在这吧啊，我要去战斗去了啊。好的，你跟我们的医生在那玩吧。走，我去战斗去了。金属怪，我他秒了怪物，又一个技能教学师，今天这么多呢。你看他，逆鳞，流星群130的攻击力，哇，我得来点龙系技能，我的这个裂空座。彗星拳，哇，彗星拳，我上个村长里面，不是我老村长里面用的挺好。一念头锤，一念头锤，好，
我回去看看我们的这些矿。流星群是哎什么？水晶有，水晶有，蓝宝石没有。流星群用的是什么？流星群用的是蓝宝石吧？好像还有什么来着？水晶下一个，蓝宝石下一个，绿宝石。嗯，绿宝石只有一个。对。好，那来个逆鳞吧。好。踢掉龙之波动。也只是一点点。好，那我用裂空座来挑一个，那个妙蛙花已经刷掉了，我准备去单挑他的，结果他好像听见了，他说裂空座要来啦，我赶紧刷掉吧。树林里依然皮卡丘打火箭队。好，妙蛙花，我要用裂空座来干掉这个妙蛙花了，虽然只是罕见 boss。 妙蛙花来吧，战斗。哎呀，用什么来打他呢？飞翔也行，飞行系来克他也行。我先用下原始之力吧。嗯，看看这个提高自己的能力啊，他用舍身冲撞，他并没有受到了反伤，并没有提高啊。嗯，好像没有说啊，只是有概率提高。好，我用飞翔吧，飞上了天空，我躲避了攻击，好，直接一个飞翔干掉他了。OK。还有，57级，好高啊！看我用58级的怪力干掉他，58级的报复。57对58，秒，完克。天哪，就是这么的克制啊！火恐龙的样子正在发生变化，此时的又是妙蛙种子。好，喷火龙，喷火龙，喷火龙，来吧，喷火龙，有了，哇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喷火龙，翅膀攻击，翅膀攻击，不错。嗯，人呢？人呢？我在飞呢。在这儿，找到你了。嗯，我看见你了。喷火龙来也！你给 boss， 你跟那个 boss 比还是小多了。啊，哪个？跟那个喷火龙的 boss， 哎，冰刺之地，哎。嗯，走，我们去玩玩。哎，为什么不刷 boss 了这会儿？对呀，你也没看着 boss 是吧？没有。啊，这有一个卡在这儿的。嗯。好，不过它很小，我来打它啊。嗯。哎呀，那我不应该用裂空座飞啊！用裂空座飞，我用谁出招呢？对啊。用怪力出招，然后马上换人吧。怪力出招，哎呀，没扔中。没扔中，他不是卡那儿吗？他跑了。他挣脱出来了。他看见裂空座之后，拼命挣脱了。换人，裂空座。这片冰刺好小啊！哎呀，先吃了一招，因为我换人，所以先吃了一招。他是龙系是吧？那逆鳞直接溺死他了。让我看看，喷火龙36级打55级，我克他。好。Mega 进化，喷射烈焰箭射。Mega 进化之后，你的种族值比班吉拉还高，果然翁，15级的。果然有果然翁啊。嗯。哎，那个谁，帝王达波，哼，差点秒他。怪力，烈焰箭射，耶，单挑挑死了，而且一滴血没废，很轻松是吧？嗯。哎，我开始闪了，我又开始闪了，报复。还好现在挑的和平。哦，对，现在是和平是吧？嗯。那要不要挑出来啊？等一下，我食物还没拿到呢，让我先回家拿一下食物。好。我上次烤了好多鱼。好的。我又开始闪了，莫名其妙的闪。鱼，来，我调了啊。鱼啊，好，对，鱼我上次拿了，我线下的时候拿，啊、你过来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这也有23个。啊，够了是吧？嗯。嗯，好，那我调了啊。够撑住这一期的。来，困难。哎，怪不得不出雷吉奇卡斯啊，得调了这个困难才能出。对呀、啊。那我是不是 kill 一下我就不会这样了？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 kill 不了了。是不是、啊？嗯。我 kill 不了了，要不？哎呀，我飞得特别高，然后摔死的了。来，裂空座，我们来一次自杀吧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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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先提醒你。好。OK。裂空座，让我们来自杀吧。自杀式。扭啦扭啦扭扭啦。自杀式的，好，让我再抓一个扭扭的啊。哦。啊，我来啦！呀！啪！啪叽。好，重生。你摔在我旁边了。还闪不闪？哎，好像不闪了。不闪了。嗯，死一次就好了，这个。扭扭啦。扭啦，看见了。来，扭扭啦，是吧？怪力来抓这个扭扭啦，扭扭啦，背包先一定要抓住，一定要抓住啊！而且性格一定要好，性格一定要好，一定要。23级的，耶耶，看起来性格不怎么好，一下就抓住了。也不是这么回事，之前那个难抓的那个性格也不好。哦，好，我来看看啊，这个的新扭拉的性格，新扭拉在这边是他。认真、嗯、还不错，听起来比浮躁好多了是吧？对，比浮躁好多了，但是也是什么都没加什么都没减啊，但
至少比那个浮躁的好啊。啊，好吧，至少听起来好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换上认真，认真是吧？我喜欢认真的。我也喜欢。那我们就认真一点吧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的妈呀！听我吧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你刚才不是还在树林里吗？你怎么突然又飞出来了？飞出来了呀 ！Oh no！ 摔死我了！哇，传说的 ，OK。好，大师兄啊！哦，大师兄啊！逆鳞！逆鳞！哇！哦，他的速度比我快，但是我逆鳞攻击两回合他死了。嗯，他速度比我快，还好我撑住了两下啊。还好。还好。金属怪变巨金怪了！哇，五十五级了吗？我没注意看。哇！耶！厉害了你！这下你厉害了。巨金怪来吧！巨金怪来了！你可以骑着它飞了，老帅了。必锤！必锤！耶！我那个老村长，我最喜欢拿金属怪、拿巨金怪飞了。让我看看啊、嗯，他四十五级进的。嗯，四十五级就进化了。嗯。好。试一下。你可以飞了。飞。像开个飞碟似的，还可以，嗯，很好，非常帅。果然我升级，果然我四十级了，四十级就两那个两百多血。果然我果然血很多。这 boss 刷新率太低了，我再调一下试试啊。好，我觉得是有问题的。来，这有个传说妙花，看看巨金怪能不能打过它。好 ，boss 生成时间二十。彗星卷。生成时间这个改成。巨金怪有七十匹带。但是没用。闪光生成率不用调。好，完成，完成。打雷。完成，回到游戏。打不动。这下应该刷的多一点了吧？火龙。麦格进化，烈焰箭射。估计是不行。啊。这个传说妙蛙花。打不过那个传说妙蛙花。嗯。麦格进化，烈焰箭射，试一下。好。他有那个，他那个后脂肪那个特性免疫你的火系。哦。果然王拼一下血量，同命。我使出来了，耶！你直接同命不就行了？一开始啊，来立功做，教他们做人。啊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？教他们做 boss， 来立功做。教他们做龙。教他们做龙，逆鳞。空空做。哇，秒。秒。哇！立功做，我们继续找 boss 打。看见摩克鹰了，没看见你人。立功做。子弹拳试一下。别让他跑了 ，OK， 逆鳞。哇，没有龙可以抵得住这个裂空座一招逆鳞，没有龙可以扛得住一下，妙蛙花能不能扛住一下看看？好，妙蛙花我应该用飞行系的，是不是？嗯，飞翔啊。飞翔，用飞翔来打。飞翔是四倍克制。嗯。飞。飞，舍身通撞。飞起来。我居然没飞起来第一下。来。没秒、哎。确实没有那么好用是吧？哎，嗯、那我他这个血量的话，一个神速就行了。没行，猎户座死了，他受到反伤死了。哇，神速只打这么一点啊！完了，我得考虑把神速这个招剃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的特别的少。特别少，在关键时刻也有用啊。啊，最后一丝血的时候有用啊。嗯。好，走，不可以，我们再去找。至少他比电光一闪好吧？这又有一个，来吧，我是这次我用龙系技能试试看啊。嗯。用这个猎户座的龙系大招。两倍克制。来。逆鳞，舍身冲撞是吧？逆鳞，还没飞翔好呢。哇，但是赢了。嗯。逆鳞也还行，只要我能扛住它。游客牺牲级了。哇，我都满了，我这都。罕见 boss 也打。彗星雀。来你。哎呀，没扛住啊。飞翔，没扛住。舍身冲撞了。打雷。躲避攻击，好的。好。嘟嘟，嘟嘟是两头鸵鸟。来你。嘟嘟绿是三头鸵鸟。飞翔。好，我躲避攻击了，他又反伤，又是嘟嘟飞翔，不会告诉我一会儿再来个嘟，是一头鸵鸟。这个第一阶段叫嘟，第二阶段叫嘟嘟，第三阶段叫嘟嘟力啊。好，继续裂空座狂刷 boss。 哎，又有个箱，月亮球、哦、天上有一个，我得到了一个月亮球。月亮球是不是夜晚呢？啊，现在就是夜晚啊。这不是你、哦、你没有这么大。现在这是夜晚啊，那你抓个什么试试呗？我要抓谁呢？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好抓的、啊、这个 boss 没有那个龙系，所以逆鳞应该不怎么好用是吧？嗯，他有飞行系，我可以用岩石系来克他、哦、原始之力。果然
原石之力，你看我留一个岩石系的技能还是有用的，嗯，是不是啊？打这个，哇，这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普通版学习装置是吧？嗯，黄颜色的，哇，也就是说这个裂空座现在我这些招对任何一个 boss 都有所克制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不管是哪种 boss， 那你对水系呢？对水系我可以用水系，我可以用什么？飞行系。飞行系不克水系啊？飞行系不克水系。哦，水系没有，也就是说只有对水剑龟我可能没有特别特别有效。哎呀，果然我没扛住啊！飞翔，果然我躲避攻击，致命一击。果然我不是没扛住，是太帅了，是没有先出招，完了得逃了。吃剩东西，我得了一个吃剩东西。裂空座继续来教训他们。我刚才教训了他的，我没教训过。啊，他刷没了，他看见裂空座过来，他就跑了。他说完了，这个打不过，然后他就跑了。好，来飞翔，他又神神冲撞了。高级球的奖励箱，技能学习器，聚宝弓，神速，哇、哦！这雪人掉到岩浆里也是。好，我又抓住一个喷火龙，直接一个逆鳞，哈！没人能扛住逆鳞，不是没有龙能扛住逆鳞，应该说，X 进化石。好的，看看这个龙能不能扛住啊？低飞的一个喷火龙，低飞的喷火龙代表有神兽，来。能不能扛住逆鳞同命？哎呀，没扛住，没扛住就完蛋了。逃，失败。皮卡丘来逃，失败。我又一个来西王逃。 OK， 又一个，别跑别跑，来吧裂空座。哎呀，没丢中，没丢中，丢中他。好，丢中了，没有龙可以扛住我这一下。 yeah， 哇，那有一个。哦，那种是那个闪光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闪光的得要看他的胡须才能知道他是龙系还是飞行系。来看看啊，他有长胡须的就是龙系，这个是龙须、哦、所以这个，哎，我还以为他打我了呢。这个裂，哎呀，哎呀，扔肚皮。 OK， 没治，完了，扛不扛住？皮卡是格斗系的，好像克你，没治。哎呀，刚才那个传说我刚刚要去追他，他结果他刷没了、我刚刚要去找他复仇。好，带裂空座。那边有个传说呀。哦，先打传说。好，先打妙传说妙蛙花。传说妙蛙花，走你！哎呀，落下来了。走你！好的，战斗飞翔。哇，神神冲撞，我能躲开第二下。好。我。好，进来了。再用什么呀？再用个逆鳞吧。他用神神冲撞，哇，同归于尽了。嗯。好吧，又一个吃剩东西。来打他，卡了卡了，逆鳞卡了，没有龙可以扛住，卡了，你又卡了、嗯、没有龙可以扛住这一招。 OK， 神兽，神兽 reward reward 的就是肯定在这里面了，我估计技能教学师。 你那有没有啊？你那有没有 boss？ 我这有技能教学师，我要 boss。 然后化龙，哎，化龙点睛是好啊，120。嗯，什么系？飞行系。红宝石我没有吧？哎，你那有个传说 boss 啊？不是，我这也看到一个 boss。好，我来灭了这个。红宝石我们应该有。有那么多吗？全做了红宝石。哦，上次打过来多掉了很多。是吗？对。好，他要几个？他要12个呢。好，我先打了之后，然后回去看看啊。嗯。秒你，没有龙可以扛住。兔兔龟，兔兔龟是好东西，我想要。掉了。掉了，赶紧捡起来，扔掉一个什么？扔掉藤蔓，大葱，藤蔓叫。哦，好，你在这看着他啊。好，我回去，哎，来一个。12个，十二个。嗯，但是我的喷火龙不能学，家里还有什么能？17个，这有7个，17个。龙系暴飞龙。飞行系，这是飞行系技能。啊，这是飞行系技能，哦、你快点，我那边有个传说 boss。等一下，暴飞龙也是飞行系。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暴飞龙来吧。我过去看看啊，我过去试试。嗯。来。就是、来了。嗯，好，我去打那个传说 boss 去了啊。嗯。传说 boss， 你别跑！哎，暴飞龙也不能学呢，为什么？啊，是吗？嗯。但是那个裂空座是肯定能学的。对。要么这个是属于裂空座之类的专属技能，有可能。嗯，毕竟那个化龙点睛这一招在那个神奇宝贝里面最后的神奇宝贝介绍，嗯，他就专门介绍了裂空座的化龙点睛。糟了，我裂空座没治就跟他打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剩下的这些我能不能打过他？你盯着他啊！那我先淘宝的了。我盯着谁啊？那个技能学习师啊。嗯。
我让裂空座机学上啊。好。金属爪。好，别让他跑了。我来治一个，让裂空座学上、啊。现在裂空座无敌了。化龙点睛，再加一个化龙点睛，在哪呢？好，你别跑，技能教学师裂空座。裂空座化龙点睛。龙点睛可以踢掉飞翔了呗？踢掉神速，神速。踢掉神速是吧？嗯。踢掉神速，神速是必定先出招。哦，我踢掉飞翔啊，踢掉飞翔。好，然后我去打个，马上用这个飞行的招来打一个妙蛙花，就知道效果了。嗯。应该可以秒他吧？化龙点睛。化龙点睛应该可以秒他吧？我想。来。化龙点睛。真的可以秒。那我看有没有传说妙蛙花，让我测试一下啊。嗯。这个传说妙蛙花，两个，那就这两个吧，作为这个裂空座来测试它的化龙点睛。等一下，让我来化龙点睛，让我再来试一下管蒙的速度，秒不了，血量，秒不了，啊、差一丁点儿，然后现在再配合一个神速就特别好，啊，放出来没？没有放出来，好，失败，裂空座，来，化龙点睛，今天这次还没输过啊，又没秒，又是在配合一个神速。哦，一个化龙点睛给打残血，然后用个神速，嗯，就可以干掉他。巨声裂空座还学巨声呢，爆音怪的招没用。嗯嗯，好吧，那我不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嗯，今天这个裂空座大杀四方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发现这个大多数，应该说绝大多数 boss 都会被他一招克制啊。对。都会被他其中的一招克制啊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化龙点睛可以克妙蛙花呀，原始之力可以克那个飞行的那个喷火龙啊。嗯，然后逆鳞可以克龙系的喷火龙，对，神速可以这个打那个残血的那些东西啊，嗯、谁被残血了，然后一个神速就搞定了啊、嗯，还是非常好用的啊。看来这个裂空座打 boss 还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、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